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说呢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我除了堵在你上班的路上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现在要去上班了。哎，你小心她男朋友吗？吵架了？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突然不见我了？你别这样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好多同事呢，你松手。 好啊，这里不方便谈话，那我们车上谈。你松手，邵振荣！我没有话要跟你说，你别拽我。杜小松和邵振荣，安全带。 小松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小松，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躲着我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我很着急啊？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你干嘛躲着我？你躲着我就一定有原因的。 小苏，对不起，同志，这里不让停车，请你出示一下辆车。我现在有急事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同志。 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受了委屈？有委屈你就告诉我，别怕。 赵振荣，你别这样，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了。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没有错，是我错了。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好吗？就当我们两个做了一场梦。做梦？我没有办法，当做这一切就没有发生过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我妈跟你说了什么？ 我们在一起这么美好，为什么？
我突然就提分手了，你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？是我以前的男朋友，他回来了。以前的男朋友？是，我曾经以为我已经把他忘记了，可是直到他站在我的面前，我才发现。 我心里依然是爱着他的。你爱他？是啊，我爱他。我自始至终只爱过他一个人，邵振荣，你在我的心里从来什么都不是，你只是在我寂寞的时候他的一个替代品，他的一个影子而已。我从来都没有对你认真过。每个人。 过勇气，我不信。杜小苏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相信。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那么美好，不对，假的对不对？如果是真的，你为什么哭？你为什么这么伤心？你告诉我。没有那么笨，为什么就是不可能了？求你放过我。 住口！你告诉杜小苏，够了。我觉得感情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不是你说分就能分的。我们冷静一下。我已经决定了。 乔振荣，求你放过我。苏，小苏，同志，同志，同志。 哎，同志，吵架归吵架，先把车开走，那儿不让停车。小四，同志，请你冷静一点，请你配合工作。